最近呢，我看了一些狗狗的影片，然后呢，我就看到就是有些主人呢。等一下，先等等大妹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个实测，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狗友呢都有就是假装昏倒，然后呢看看他的狗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我呢更绝了，我手上还要拿肉干，看他们究竟是会叫我还是救这个肉干呢？你们看现在这个状况，我只是拿着肉干讲话，他眼里就没有我了。你会救我吗？我看他的反应，我就觉得以后我老了要孤苦伶仃。没关系，我还有碰杆，好不好？究竟他们会救我还是救肉干呢？这个呢是狗狗的肉干，它不是人吃的，不用担心。现在呢，我要先假装看剧，然后呢看着看着，然后我手可能就摆在旁边，然后看它会不会想要偷吃我的东西。先看看它的反应，我们再来一个突发状况，看它会救我还是救肉干，就是这么现实。合作愉快，开始。我的，他先确认我真的倒了没，然后呢，我没有反应，我撑住，我这样憋住之后，他就没有问题了，然后就赶快吃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张若琳，各位观众，刚刚若琳已经伤透我的心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还有儿子啊，就是相信碰干，碰干，妈咪养了你3年，妈咪相信你，好不好？那你现在追什么剧？天气招你。白痴，他一直看镜头啦，超冷静的，白痴啊，是烂演技。好了，给你吃啦，来啦，过来。哎，停止。他很介意，他一脸。你很笑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吗？你骗不倒我的。他刚微笑，他刚，我好了，我又好了，好舒服哦，我现在好了，我可以吃，真的好了，妈咪好了，很健康，你看，好吃，你要吃个两下之后你再打。吃好。我跟你讲，他完全知道你在拍片。你很聪明耶！他就是知道你在拍片，你这个你好
好聪明哦，太瞎了。大家常说养儿养女不如养一只狗，不，现在连狗都信不得，只能信自己，靠自己。等一下，可是我觉得，是你演技太烂了。怎么会？你那个，我那个奥斯卡演技耶。你那个，真的烂，不然等一下再演一次。等一下，我们结尾他再演一次。来，你先来讲，讲一下结，你先讲，讲一下。好，先讲一下结论。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我真的就是生，就是有一些症状的时候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我的狗会担心我，但没有。若离别说了，他先舔舔我的嘴巴，确定我不会反击，就好，赶快吃了。碰干呢，他就把我当白痴。碰干实在太聪明了，真的要骗碰干太难了。我这么好的演技，碰干还就是一副就是看白痴的眼神。要演多久？真的是他一直看镜头，他一直看镜头，就是问你说你怎么不去救他？啊，他说不是，他其实是说你是不是在整我？但是我跟你讲，其实最大的失败在哪里？不会是我吧？就是你的演技太烂。屁呀、啊！真的太烂了。屁呀、啊！亏你还是演什么广告演员？你不信是吗 ？OK。不是我不信，不然下次还想看我做什么？不要，你先，不，下次还想看我做什么样的挑战的话呢？记得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可以就是给我一些回馈啊，或者是可以告诉我有什么方式可以骗过他们。那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好，准备啊。你不是演技太烂，我两个没有人想屌你。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要吃啦。但你已经很淡定了。吃啦，不会再死掉了啦。阿米答应你不会再中邪了。没事啊，吃吃吃。好啦，吃啦，吃啦，吃啦。一定要跟我隔这么远吗？再靠近一点点。嗯。拜拜。